他这蛋糕是怎么来的？你知道吗？我去干了5天活，就去给人家添那个地砖，挣的钱给他买了个最好的蛋糕，知道吗？那你还摔？要不这么说，昏呢。摔完了以后，我这心里头也不好受，我心想，我就借酒浇愁一呗。 人家让我结账的时候，才知道我没钱。对了，我就给我那些个朋友们就打电话，挨个给他们，全他妈各种各样的理由就不来，他烦我，没办法才给你打电话。真丢人啊，对不起。但我是你朋友啊，不来了吗？谢谢你，真的，你救了我。 哎呦，今儿真是让你看着我丢人了，谢谢啊。没事儿，那你就回去吧，我就睡这儿。这样吧，我觉得我家的沙发还挺舒服的，今天晚上借你住一宿啊。 酒味儿啊！妈，那谁呀？他是？我儿子睡觉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我要裸。妈，你怎么带回来醉鬼的？不然让他睡在马路上了。不是，他自己搁人家。他跟你家里人闹别扭。我可不喜欢这人啊。你没办法，这么大。 王建军，水带上啊！对，水我。啊。哦，我要喝水啊！啊，慢慢喝。好了，来。啊。妈，我爸如果知道你把一个陌生男人带回家，肯定会不高兴的。这是我家，我管你爸高不高兴。 行了，去睡觉。来，枕头。被子。罗建军，厕所在那儿啊。罗建军。睡着了。喂。哎。你念不念书？你要不就念书去。 总感觉啊，这人会趁咱睡着了偷咱东西。不可能，我认识他30多年了，我跟他同学都10年了。不是，同学有坏人啊。你爸就说你最容易亲近人。又是你爸，你爸一天到晚你爸才最坏人。你睡吧，家宁。睡。去吧。妈。 咱俩打一赌，什么赌？你钱包里有多少钱？2000三。2000三，你把你钱包给我，我现在就帮你打几张。如果明天钱包里的钱少了，跟这人断绝来往。谁跟你打那么无聊的赌啊？你怎么那么磨叽啊？去睡觉。他那个样子，你要不念书，你要不睡觉。
何建军。何建军。何建军。一大早上哪儿去了？妈，钱都没了。我昨天晚上就放在这儿。是不是都没了？说他不是好人，你还不信？你还引狼入室，这种同学啊，趁早绝交。罗天军，哎，别急，我猜他做贼心虚了。罗建军，哎，你先别忙着着急给我上课啊。你找找你们家沙发底下。没有。记错了。电话底下。电话。也没有，对不对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呀，把你那个钱啊，给你冷冻在你家的冰箱里头了。去找找。找着了吧？数数有没有少啊？不用数了，干嘛开这种玩笑呢？陪你玩啊。你玩我，我玩你，这多好玩啊，对不对？几十年的老同学了，还一直说是我的朋友，就这样，拿钱当肉包子来打狗试，还能回来不能回来是吗？好玩啊，这多好玩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罗天君，这次真的对不起。江心，如果你需要用这种方法来试验是不是朋友的话，我没什么兴趣跟你玩。啊，对了，谢谢你昨天晚上收留我，谢谢你为我付了饭钱，这一切我都会还你的，加利息。拜拜。Thank you.